水蜜桃是台湾重要的经济果树。本台在今年五月曾经报道，新农种着主漳州府所栽培的台农二号甲台农三号水蜜桃，产量甲品质是真受到各界的肯定。嘛，今真侪乡亲专工走去分园买水蜜桃一栽回去种，但是要安怎照顾嘛是一个问题。今麦漳州府都无看报，来甲大家对待水蜜桃的管理方法，希望每年大家拢会当食到家己种的甜果大粒的水蜜桃。在今年的五月，芬塘乡花蕊生产园区水蜜桃是挂满树枝，明明水蜜桃都无真大丛，但是就是会当水蜜桃生了满满，每一粒拢是大粒个巴甜。只是要种出这么好食水蜜桃，并无简单，因为有真侪人买知影当去种，唔是无生，就是袂大粒，真紧就撤掉放弃。到底要种出好食水蜜桃，有啥物撇步？台湾新农种的驻漳州府都无看报，为大家来说明。漳州府表示，这种热带水蜜桃上重要的就是爱管理。第一种落去了后，都要注意树枝的修剪，唔那是向面顶，也是下开树枝拢爱加掉。上好修剪时机是第十二月中。水蜜桃吼，伊的管理方式，伊的老枝、老枝生起来的个性拢是细粒，啊，伊若到时候要新枝。好，较活性枯性，伊生个果实也较大粒。啊，你啊说，伊这水蜜桃就是爱长脚爱高。啊，伊是啊说，向面顶个枝吼，从这个向面顶个枝，这就是爱甲伊来剪掉。好，啊，从这枝向下骹，吼，这枝向下骹，你嘛是爱甲伊吼，这枝向下骹，你就无够爱甲伊剪掉，然后这两枝。像这种的老的方法就是安尼，啊，你若到时候看伊翘，咱会使小花用针头安尼吼，小花，安尼，吼，爱甲切，甲握者，握者，爱互伊较平衡。啊，若结果，诶，果若结出了后，伊个主人伊就会松来。啊，伊这枝就袂安尼乱高，啊，营养分就会高些些，啊，高些较大粒。另外，为了增加水蜜桃的产量，水蜜桃会当采用高密集的方式来种植。一支树枝留一粒果，两年长的水蜜桃就会当留30粒，三年长的会当留60粒。以台农里和水蜜桃来讲，一粒水蜜桃就会当达到6000粒以上。啊，咱即马看这丛，咱的管理的就是伊迄吼单杆的种的方法，高密集哦种法的，啊也。伊个枝条拢歪互伊长，啊，就是结果拢歪互伊个，歪伫这香菇心，啊，果实爱大粒。啊，像这长你看，啊，这是第二年生的桃啊，正第二年。啊，这是长春，啊，那是长生成熟30粒，哦，30粒果。啊，这果你就是讲，伊个山枝山果，伊讲像这枝歪互伊果老真济，安那。一只枝条留一粒，一枝条留一粒吼。哎，果实真大粒。哎，你若想食歹，爱拍掉，啊，就甲拍落剩一粒。啊，即上留起遐留咧30粒。哎，会当讲拢种做起品质，只要拢会当达到像彩龙二号下面。哎，你若像阮旧年做起，只要拢才有2粒、7粒。除了收枝以外，落肥嘛真重要，尤其是伫即马水蜜桃的花季分化期，果树需要真侪肥分帮助果树成长，每年才有好收成。肥分嘛爱有够，你像阮现在有机肥嘛较重要，即马要做，即马目前已经是生两生三吼，最开始是多的时阵。爱要转换花芽分化，啊，你就爱靠咱这边啊，从这坑我落个拉坑来个落肥，啊个落高岭高下吼，啊，伊会转换花芽分化，啊，再回包再回包，啊个来个做那做，啊再做分子分化吼，伊个分子分化就是伊开始。结果，啊，要安怎来解？果实会大粒，啊，就是爱靠人的管理。
另外，若是要提高水蜜桃的品质，也可以用这支方式来改变，只要加练习，就可以增加这支成功的机会。这个好，那下去等一下。那处理这个酱啊，哪有？伊这地上个阮爱平一平好平伊这少，啊这石蜡膜吼，石蜡膜。台湾国产水蜜桃种植面积大约有2700公顷，年产量有3.2万吨，产地大约有7亿。只是台湾水蜜桃种植大部分拢以高海拔山区为主，即马有即种热带水蜜桃，予大家会当伫厝内就会当种出美味的水蜜桃。而且毋若好食，水蜜桃开花时阵粉红色的花蕊，也阁会当成为天皇造景使用，真正是一箭二顾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分行彩虹报道。